来捡东西，捡东西。地图一张，地图一张，然后这个食物三罐，三罐食物。然后老婆，老婆，老婆，把老婆丢过来。一罐食物，一瓶水。我们现在捡了三罐食物，四罐食物了。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水，斧子，然后这个医疗包，医疗包。然后女儿抱一下，女儿抱一下。还有这个杀虫剂带一下，杀虫剂。我们的书本。儿子，书本，书本拿一下，书本拿一下。儿子，儿子抱一下。哦，还有手电筒没有拿，手电筒也没有拿过来。手电筒一个，手电筒一个，然后去拿点水，厨房拿点水，一个水，两个水，两瓶，漂亮。好，没时间了，没时间了，就这样吧。这么多应该够了，咱们这把运气还行吧，因为这个有地图吧，有地图，有地图就好用。谢谢幺幺切克闹。第一天，随便点击一个。我们的水瓶的话有三瓶，然后罐头的话五罐罐头，三瓶水瓶，然后一个手电，一个侦察兵的手册。然后加上一个急救药包，然后状态的话，这个第一天嘛，咱们都还不错，啊，再过个一天，就是没有收音机，三瓶水的话，应该可以活得下来。在我的印象当中啊，三瓶水的话，我们可以撑最起码二十天。我们地图点到这里来吧，点到这里，每次点下面都没什么好东西。哎，这个要点一下，明天要准备旅行。我们的藏身处角落里面有老鼠盯着我们，直接劈掉，直接劈掉。砍手砍脚，断手断脚。无论他是什么，他已经死了，完全死绝了。他也许肮脏的小洞里面还有更多。现在需要喝水，需要喝水呢，我们先把儿子派出去之后再喝。今天呢先不着急，今天因为可要可他两天，可一天还不够，没赢，从来没赢过，放屁，怎么可能没赢过呢？只是我不想赢，知道吧？我要想赢，随便就赢了。来喝点水来，有时候也是运气不好，所有东西都在震动啊。这个时候我们捡一个手电筒就可以了。收音机都不是很重要。第五天，我们有手电筒，有医疗包，有地图，有食物。待会我们或许会出现一条狗，如果能出现一条狗那就完美。好险，火炬差点掉在地上，还好我们抓住了。老实说，整个地方都是一团糟，有些地方都可能已经碎了，我们不会知道，直到检查所有东西之后会不会有地震袭击我们啊。状态都特别好，看一下他们三个人还不错，肚子不饿也不渴。再过一天，我们的儿子应该快回来了。第六天了，我们最起码在10天之内儿子应该会回来，不然的话可能就会出事情，对吧？再过一天看看，这里还有别人，一只毛茸茸的兔子怪躲在管道里面啊，想吃我们的这个食物储备，这可不行，把它劈死。在我们人类面前，任何的活物都是我们的食物，你们赞不赞同？干渴饥饿，干渴饥饿，干渴饥饿，三个都干渴饥饿了，所以说今天先暂时不用管，再渴个一天，再饿个一天，等我们儿子这个凯旋而归，看看我们儿子能不能带回来很多的水源，带不回来就打他。第八天了，真残忍，这有什么好残忍的呢？再做一口水喝。谢谢黑夜送的66大宝剑，谢谢黑夜。哎，在过去的几个小时里，在这藏身处里面呼吸变得越来越困难，怀疑通风设施出了什么问题啊。我们这个不用管，我就不能通风嘛，对不对？第九天，
我们没有水了哟，食物倒是有不少。饥饿饥饿饥饿，都饿了。等儿子回来一起喝吧。哎，这太疯狂了，我们一直在寻找蜘蛛，他们在汤里面，在水里面啊，开始与蜘蛛大战，然后用书板把它拍死。女儿可能会变异，看看情况。第十天，哇，女儿没有变异。但是儿子生病了，我们看看儿子带回来什么。谢谢唐晨送的六六大宝剑。儿子带回来一罐食物罐头。什么？我们打蜘蛛带回来，打蜘蛛打了一罐水，打了一罐头。儿子带回来四瓶水，四瓶食物。我的天，这么厉害，还带回来一个收音机。儿子这么给力啊！哇，儿子太屌了，太屌了，这儿子太屌了，先养着吧，养着他，太屌了。这要不是他的话，我们一家人可能都会死啊。吃一点食物吧，给他嘬一口。这小子厉害。再换一下位置，让这个女儿往上面走一点吧，往上面走一点去。OK。提米什么都没说，但他回来的时候被生锈的什么金属划破了手。不管他，划破了就破了嘛，对吧？说不定儿子也会变异呢，是吧？谢谢我们的童话送的一台挖掘机，牛逼啊！谢谢。再过一天，哦，第十一天了。儿子的话，我只有喂他吃，喂他喝就可以了，其他我就不管他了。干渴，干渴，饥饿，干渴，饥饿。一人吃一口，喝一口吧。家庭大聚餐，大聚餐。这个时候派我们这个老婆出去吧，老婆就不用，老婆给他吃吧。吃饱了喝足了好干活呀，对不对？要是不吃饱不喝足就放他出去的话，那要是在外面死了呢？那万一他要是死了呢？马里珍的食物可以再加一点，提米该吃点东西。多洛丽斯正在前往地面，我们希望他能安全的回来。泰德的肚子咕咕的叫，我们可以坐在这里背侧着，然后这个听听收音机吧，说不定能听到什么讯号。有物资，或许会有军队过来救援。这一把我感觉非常的稳啊，不知道你们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这把非常的稳，跟你们说。已经好一阵子了，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听到了一些紧急广播，直到听到一些事情，我们再听一下，听到了什么事呢？谢谢迷。第十四天。啊，侏罗纪玩不了，侏罗纪现在玩不了，服务器崩了，维护了，操夹还操一半呢，我都蛋疼的要死。好吧，先一人喝点水吧，一人喝点水。啊，那绿色的水坑在哪里来的？有根绿色的管道，绿色粘性液物体。啊，这个处理不了，这个我们就不处理吧。绿色物体。第十五天。哎，怎么女儿还生病了呀？女儿因为这个绿色的液体生病了，不清楚怎么回事。玛丽真染病了，是不是儿子传染的？说，你是不是上了你姐姐？我怎么没生病呢？奇怪啊。再过一天吧，再过一天。玛丽珍今天想要生日礼物啊，就给她一个纸牌给她玩玩嘛，纸牌给她玩玩。老婆也回来了，哎，老婆也病了呀，生病的一家人呢，啊，这可怎么办？都病了，看看老婆带回来什么物资吧。首先，两个罐头，两瓶水，一个防毒面具，东西倒带回来蛮多的，就是有点。哎呀，这都生病了怎么搞啊？看看有没有杀虫剂或子弹啊，杀虫剂、防毒面具什么都有。什么都有的话，我们可以考虑考虑。享受生活中的小事在任何时候都很重要，所以当玛丽珍在藏身处找到一些种子的时候，她想种。哎，我们这个可以种啊，等一下我看看水有多少。我们水不多，食物很多，所以说现在先不用种植，
种植的话可以种植出很多的食物出来，但是我们现在暂时不需要，有时候或许会是食物，有时候或许会是食人花，不一定，会浪费我们一瓶水，我们先暂时不要了，暂时不要。第十七天，如果能给全家人洗一个澡的话，那就没什么问题了。来，给他们再喝点水。这一次派我们的爸爸出去吧，派爸爸出去浪一波。地图已经点过了，第十八天。哎，这个时候儿子可以出去了，等会要派儿子出去，儿子也快病死了。这个给女儿跟老婆一人一罐食物。我们发现墙壁上长着很奇怪的蘑菇，吃啊。这个蘑菇的话，哎，等一下，我们先今天不用吃食物，因为墙上有蘑菇，那肯定是辐射的蘑菇，那蘑菇肯定有毒，对吧？而且他三个人，这三个人不都生病了吗？都已经生病了，我们这蘑菇可以吃啊，蘑菇可以吃，直接吃。第十九天，那肚子不饿了，那这两个饥饿了。那些很好吃，我们唯一担心的是暗处它会发光，现在我们在暗处也会发光，身上长了很多疹子。发光就发光呗，反正生病了呀。给女儿跟儿子一人嘬一口食物吧，女儿跟儿子一人嘬一口。我们从政府获得另外一条消息，军方正在援助任何区域，我们需要提供地理坐标，需要用地图，好吧，这个时候告诉军方。第二十天，哎，我们的爸爸还没有回来。干渴干渴干渴，三个都干渴了，如果能洗澡就好喽，快洗澡吧。一些肥大的绿色蟑螂啊，这个用书本直接拍死就可以了。爸爸戴的防毒面具出去的啊，生还的几率会很高，而且一般来说都不会染病。好悬，这些发光的虫子的巢穴很可能会将我们赶到外面的荒地去。有蟑螂已经很糟了，但是放射性的蟑螂恶心。提米快病死了，我们儿子快病死了，我们希望在儿子病死之前我们爸爸快回来，爸爸回来再让儿子病死之前出去搜一波物资，接下来死活我就不管了。啊，儿子回来了啊，不爸爸回来了啊，说反了，爸爸呢这个肚子特别饿，看看爸爸带回来什么。爸爸带回来一个食物罐头，一个防毒面具。嗯，那好吧，那好吧，既然如此的话，就让我们的儿子出去吧，然后给爸爸嘬一口啊，爸爸嘬一口，嘬一口食物。来，派我们儿子出去。我们的儿子呢，我要送他去死，不管他怎么样我都不会救他了。然后女儿的话还是要救的，老婆的话还是要救的。啊，先派这个提米出去，提米就不用吃了，去吧去吧儿子。好，提米出去了，提米出去了，然后脱水饥饿生病，脱水饥饿生病，脱水饥饿，一人喝点水。然后老婆呢，再给他嘬一口吧，给老婆嘬一口，女儿嘬一口。啊，老婆嘬一口，爸爸嘬一口。食物太多，水太少了。藏身处有一个碗柜，有点摇晃。哎，里面有发现有一道密门。这一道密门我们可以这个拿个手电筒进去看一下，因为毕竟它这个暗门里面它没有声音没有声响，说明这个暗门里面没有怪物。拿一个这个手电筒进去看一下啊，游戏还没好。饥饿饥饿饥饿，肚子饿那好说呀，那食物太多了，一人嘬一口吧。哎，看一下，在我们门口迈出第三步，黑暗中有一个未知的生物开始朝我们咆哮。哎呦，煎饼，打个手电筒出去，我们有狗了，有狗了。现在就是缺水，第二十六天，
而且我们有医疗包，有医疗包，我们把女儿给救了，把女儿给救了吧？哎，女儿不救了，救女儿还救老婆呢？再过一天，儿子已经要死了吧？第27天，干渴，干渴，干渴，都干渴了。一人喝点水，不行，啊，算了，一人喝点水吧，不能那么抠嘛，对吧？哎，儿子回来了。提米病得很重，无能为力。儿子回来，儿子带回来物资，他就跑了，挺好的，带回来一罐食物罐头，两瓶水，然后没有药物给玛丽珍啊，给玛丽珍给我们女儿一点药物吧，走得好走得好，免得我杀你，对吧？我们有9罐食物罐头，水的话特别少，水特别少了，那现在我们只能。我这个药包我想一想，给什么玛丽珍呢，对吧？我有一个想法，谢谢蜀大在上我在下送的一台挖掘机，牛逼啊，谢谢。我就把我的老婆跟我的这个女儿全部弄死，对，就要狗，他们俩不要了，他们俩不要，没用，他们俩没用，废物，废物，不要，不要废物。点一下，点一下地图，他们俩都不要了，都不要了，我都不要了。过一天，那些暴徒开始敲门，哎，用斧子把他们劈掉。还有暴徒呢，厉害了！谢谢潇潇月下送的1314火料。第29天，这次我们能保卫我们的家园，但是他们要再来怎么办？他们要病死了，派这个老婆先出去吧，派老婆先出去骚，看看老婆能不能出去骚到点什么东西。第30天。如果能洗澡，或者女儿能变异，女儿能在生病病死之前能变异的话，那她就不会生病了，那我就稳了。喝点水，一人嘬一口。门口门上有爪子摩擦的声音，这只能说明一件事，我们的好朋友那只狗回来了，狗想吃东西啊，喂它点东西吧。这个长毛的小家伙看上去又累又饿，喂狗吃一罐食物，我们食物特别多。第31天，饥饿，饥饿的话再给你嘬一口吧，食物还是爸爸还是有很多的。那群暴徒又开始敲门，要我们投降，放弃我们所有的补给品，我们该怎么回复这群人渣呢？用斧子把他们劈死啊，那还用想人渣吗，对吧？人渣啊，谢谢空，把他们劈死。32天，32天了，饥饿，饥饿，好吧，给爸爸嘬一口吧，爸爸嘬一口。食物我从来不省。可怕的寂静变得无聊，就像每一个快乐的模范家庭，随便聊点什么。听一下收音机。但是老婆还没有回来，哎呀，完蛋了，玛丽珍的病情加重，我们也无法为她提供药物啊，妻离子散，老婆不见了，女儿跑了，儿子也跑了。干渴，来嘬一口，嘬一口，嘬一口吧。弹药伤人，我没有，没有弹药啊。再过一天吧，没关系。34天，看看老婆能不能回来。老婆能回来，是我唯一活下去的希望。两个或许是强盗或者陌生人，在我们头顶上时，他们抓到了一个女人，听说是多洛丽丝。我老婆被强盗给抓了，老婆也被强盗给抓了，我去，那就我一个人了呀，那怎么办啊？那搞个球啊，啊，那不能出去，不能出去探索物资，只有一个人的话，没有人在避难所，我们的房子会被人占的。没关系，一群人在我们的家门口要求要我们放他们进来，这不是游戏，要么投降，要么反抗，否则把他们劈死。侏罗纪好了吗？等一下啊，我把这个玩完。第35天了，历劫。再过一天，我们就不用派人出去了。我们这一波只要顶到军队过来救我们就可以了。我需要有人来养我。疯了，泰德疯了。不能太疯，如果疯的话，我们主角也会死。
当我们在门口听到犬吠时，我们在门口一下注意了是煎饼啊，我们带装备，这个狗要带我们去这个搜寻物资。我们需要，我们现在还有三瓶水对吧，我们三瓶水喝完了之前必须要找到军队，让军队过来救我们。哇，三罐食物罐头，这条狗带我找到了三罐食物罐头，好狗好狗啊。强盗就在门口，继续把这个斧子关起来劈他们。第38天了，饥饿疯狂力竭，嘬一口嘬一口，再嘬一口食物，再过一天。哎，这把就特别好了，我们的藏身处来了一个不速之客。他说他靠以前是会计，靠交易生存，跟我们赌博。也就是说我们能赢的话就是两瓶水，可以赢两瓶水，如果我们输了就丢两瓶水，如果赢了就特别的稳。我们赌不赌？正所谓是富贵险中求。如果赌了这一把就稳了，如果不赌的话，哎，赌输了那怎么办？赌输了那我就蛋疼了，赌赢的话呢，那就赢了。赌一赌，单车变摩托，单车变摩托，赌，搞两瓶水，不一定有时候会赢。啊！该死，那个家伙肯定作弊了，我们输了。泰德渴得要命。哎呀，真的不能赌博啊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千万不能赌博，赌博这个东西千万不能沾呐、啊，沾上之后就想死啊。好、哦，第40天，再过40天了，40天了好吗？疯狂力竭，再翻一页。强盗就在门口，哎呀，强盗老是过来在门口干什么呢？你就那么喜欢这块门吗？送给你啊。第41天了，哇，泰德疯的要死，最后一瓶水了，再过一天，42天，狗什么时候过来救我？我希望狗过来救我，狗的话可以帮我去打水，帮我去打水的。泰德不喝水就会死，再嘬一口。哦，煎饼回来了，但是受了重伤，那些混蛋想抓住他或者对他做更糟糕的事情，用医疗包救一下煎饼。我们就算妻离子散，但是我们好歹有一条狗。哎，狗来了，啊，煎饼是不是很可爱？很可爱吧？这个煎饼每过几天应该可以搜点物资。泰德病得无法自控了，啊，力竭！哎呀，我去！煎饼过来的时候，我们泰德变得不疯狂了。我们现在有戏了，食物有很多，就差水了。看看狗吧，看这条狗能不能养活我。这条狗如果能养活我的话，我们就能赢啊！看狗了，看狗了。那群暴徒又开始敲门，把他们劈走。第44天，啊，又疯了，怎么又疯了？泰德疯了，你怎么老疯？你脑残啊！军队快来救我呀！第45天，单车变拖鞋，单车变拖鞋。谢但愿离开的时候时间尽快到来。要是泰德不喝东西就撑不了多久。我看一下状态，啊，先省点喝吧。我们等那个饥渴，等饥渴的时候再喝，对吧？不着急，不着急，这个东西不着急，再过一天吧。这个时候有人敲门赌博啊，又跟我们赌啊，但是赌汤汁罐头，赌呗，罐头十几个随便输，这个东西吃都吃不完。46天，输了2瓶啊，就当送他了，没关系的，这个东西没关系的，罐头太多了太多了。我又是强盗，门外有人，看上去来者不善，事实上他们已经警告了我们17次啊。哦，用斧子把他们劈走。
哎，我发现真的是逢赌必输。再过一天，哎，我们可以用使用无线电了，使用无线电听一下广播，说不定军队会过来救我们。再过一天，48天，我们艰难地避开了静电的骚扰，听到一个脑残发来的信息：我信任绑架人类啊，这很脑残啊，确实脑残。走吧，千万不能出门呐，出门就死了。49天了，我要想个办法，然后让我精神好一点。干渴了，又开始干渴了。哎，这狗怎么不出去打物资呢？有人试图闯入，而且不是孤身一人，这强盗老是过来搞事情。把强盗劈走。第50天了，第50天，这次我们能保卫我们自己的家园，要是他们再回来怎么办？泰德的肚子咕咕叫了，啊，必须要嘬一口了，我们还能嘬两口水。任何新的气味都会瞬间侵蚀我们的鼻孔，我们要搞清气味的来源吗？啊，不用搞，这个搞了之后可能会死。这狗怎么不养我呀？这狗怎么不养我？第51天了，地图坏掉了，这地图坏掉了，点不了了。哦，52天了，快救我呀，军队，快救我！疯狂力竭。看一下状态啊，疯狂力竭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再过一天吧。哦，那群暴徒又来了，把他们劈走。一直在打架啊，一直在打架，打得浑身都是伤口，干渴又开始干渴了，我只能嘬两口了，快没有水了。绿色蟑螂用书本拍死，用书本拍死吧。这狗怎么不去啊？出去呗，煎饼，出去呗，再不喝水就离死不远了。喝水吧，喝水吧，我还能嘬一口，还能嘬一口。啊，这狗不出去，这狗它不出去。第55天，没喝的了，要我捡了一罐食物罐头，在干嘛？泰德是个心地善良的人，所以他对着他拿着我们的补给品去喂了一个恶心的大蟑螂。泰德和那堆虫子看上去都很开心，所以我们决定把生气和时间缩短。泰德开始与蟑螂交流，交流笑话和生活经历。啊，完蛋了，其实这样的话就快疯了，就快疯死了，快疯死了，他要疯死了。今天是安静的一天，我去，暴徒又来了，又来了。第56天，这狗还不出去，这狗还不出去，我真的要死了，真的要死了。哎，煎饼已经狂吠了几个小时，如果不让它出去的时候，它会发疯。如果它不让它出去，它会发疯的。这个时候，我们一定要让它出去。让它出去的话，它有一定几率会带一瓶水或者带一瓶罐头。看这狗能不能养我。水水水水，虽然煎饼回来没带任何东西回来，没带任何东西回来。这狗没用啊，这狗，我平时给我带那么多吃的，我需要的时候你不给我带回来，我操。不行，不能喝，不能喝，现在是干渴，不能喝，饥渴的时候再喝。绿色蟑螂拍死。哎呀，这个狗啊，我一家人我都不要了，老婆不要了，儿子女儿都不要了，就为了这条狗，结果他不救我，这搞得我好焦灼，好尴尬啊。强盗就在门口，劈走，劈走。59天了都，能不能给我一个，给我点面子，出去吧，给爸爸带瓶水来。我的妈，你是我爸呀，
快出去好不好？60天了，我要疯死了，嘴巴都歪了，嘴巴都歪了。完了完了完了，听到上面有一些混乱，又是强盗。我们的药箱空了，用杀虫剂吧。第61天他也不出去，我要死了，我要死了。干渴，开始渴了，开始渴了。泰德要喝水，水呢？水呢？强盗就在门口。军队快过来救我呀，谢三爷送的188大宝剑。马上军队来了，马上军队可能会来，在我死之前我还能顶2天，还能顶2天。63天，脱水，脱水了，脱水了，最后顶一天。哎，狗狗把我们弄醒了，他似乎十分的焦虑不安，是想出去。快给爸爸带瓶水来。啊，我操，坑呐，坑呐，干得好，煎饼，虽然罐头，哇，最后一天还居然给我带回了一个罐头。太多天没有喝水了，撑不下去了，天哪！哎呀，这波贵的呀，不服呀，真的不服，你死了。